有1到10的诚意。两太太，花仙报喜，长长久久，十全十美。哇，那我们有一个惯例，就是要贡献你们的表情包，我们看看你们的青春无敌的表情包是什么样子的啊，来。好的，谢谢。几位这次是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是吗？就我知道之前在很多的比如说跨年或者其他的舞台上见过大家哈，但是春晚这个舞台和其他地方的演出有没有那么一些不一样？其实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，因为舞台上有舞台机械嘛，然后其实机械机关对。其实因为我们如果慢走一步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失误嘛，所以就是有一直在练习。所以可见这个节目到时候会特别精彩，就是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场面调度，你们在演唱的时候还要必须能够走到位，比如说有些相关的升降啊。哎，很期待你们的青春无敌的一个表演。但是说到过年哈，比如说在吃年夜饭的时候，有没有最怕亲戚们问的问题？可能会 Q 到我们表演吧。哦，就是吃一半让你们起来表演一下。对，小时候就老说跳个舞啊，唱首歌啊，给大家助助兴，就很可怕。助助兴，虽然今天不是过年，但是能不能给三位叔叔阿姨助助兴？我看可以。妹妹可能有点懵了，开玩笑，因为这是一个游戏。游戏首先我们掐一个时间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来计时，而是你们在心中计时，唱跳90秒，你们依次接龙啊。准备好了啊，来，音乐计时开始。恭喜你，一条大街小巷，好评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哇，可以，好动感呢。哇，可以。哎，风格不一样哦。每个人跳的还风格都不一样，对，很好。如果你们觉得快到90秒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最后有一个 ending。嗯，不错。自己计算时间。有没有人给叔叔跳个螃蟹舞啊？叔叔爱看这个。啊，到了，停。好。哎，来，时间。我刚说想看螃蟹舞，你别说停。这是你们掐好了是吧？认为到90秒了对吗？你们觉得会比90秒少一点还是多一点？比90秒少一点。比90秒少一点。那为什么就不能？你们预计一个大概是多少？八十左右。七十四啊，还真差不多。1分19秒，也就是79秒。79秒。好。确实是差的稍微有点多了一点。那我觉得应该补齐这10多秒钟。这样吧，为了补齐这10秒，我们做一个快问快答，好不好？好，快问快答，好，可以。请问组合里最粘人的人是谁？直。请问组合里最乐观的人是谁？最乐观的啊。请问组合里最会照顾人的人是谁？组合里的阿姨。哦，好。请问组合里最懒的是谁？最懒。你觉得很光荣吗？笑得那么开心。对啊。那最后呢，其实我们挺想再满足一下女团舞，最后我们拿这个来收尾好不好？哎，可以的，展现一点点。那我们跳我们的主题曲吧。好啊。 Yes OK。 好啊，来吧。 Yes OK。耶、yeah ！也让我们期待无限少女在今年春晚的精彩表现，给你们拜年了，加油！